所以咖喱拌吗？我会把咖喱就是弄一点点在汤匙里面，然后再挖一点点白饭，然后一起吃下去。对，不会特别去拌就是了。对啊对啊。好，再来下一个。想请问狐仙闻起来是什么味道？咖喱白饭，咖喱白饭，我们今天来吃这个咖喱白饭。狐仙闻起来是什么味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平常用的是有点杏桃味道的洗发精，对，杏桃味道啊，桃子啊。跟那个杏花的味道很香哦，超香！外卖，我们今天来吃这个外卖。我们打开啊，吃还没吃啊啊啊啊！这个咖喱拌饭啊啊，嗯，喵喵，尝一口啊，还没吃呢啊啊，尝一口啊，外卖啊啊，咖喱拌饭啊，咖喱拌饭。咖喱白饭，你要不要吃啊？你要不要吃啊？中指很抓的咖喱白饭啊！我看一下啊，嗯，啊喵喵喵。